若不去杀，断一切慈悲种。千经所说，万论所成。经论说呢，若不去除男女淫欲，那你就没办法得到清净解脱的种子啊，断一切清净种。也就是说，有淫欲，所以为什么今天各位能不能淫欲？不行，那你今天你就得到了解脱的正因清净种。若不去酒，断一切智慧种。所以喝酒啊，那会让我们失去自信，迷乱，所以不要喝酒，喝酒会断智慧的种子。若不去盗，断一切福德种。所以各位要消除偷盗、欺骗、金钱、财物，那至少八关斋戒，今天你做到了断，就能够成就福德的种子。若不去杀，那各位今天不杀生还吃素，等一下我们还要放生，断。如果你不去杀，断一切慈悲种子。那我们修行就是要得到慈悲的种子、福德的种子、智慧的种子、清净解脱的种子。那我们一定要持戒。有佛法就有办法，像有太阳、有空气一样，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对于这个世间、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，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，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拔济苦难陀罗尼经，又名甚福往生净土经，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如是我闻。一时伯杰凡在士罗伐住士多林及孤独园，与无央树声闻菩萨摩诃萨聚，及诸天人阿修罗等无量大众前后围绕。尔时众中有一菩萨名不可说功德庄严，从座而起，顶礼佛足，合掌恭敬，白佛言：世尊，今此世界无量有情，烦恼因缘造诸恶业，当堕地狱、恶鬼、旁生或天人中受诸巨苦，唯愿哀悯，方便拔济。佛言：善男子，善哉善哉，如能哀悯一切有情，作如是请。谛听，谛听，我今为汝略说拔济众苦方便。善男子，有世尊名灭恶去王如来，应正等觉，为欲利乐诸有情故，说陀罗尼，令众诵念。陀罗尼曰：舍达尼，舍达尼，沙瓦巴波必舍达尼，须得必须得，沙瓦伽玛必须得，梭哈
Shottani, Shottani, Sawa Papo, Bishottani, Shite, Bishite, Sawa Kama, Bishite, Soha, Shottani, Shottani, Sawa Papo, Bishottani, Shite, Bishite, Sawa Kama, Bishite, Soha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自称礼敬灭恶去王如来，应正等觉，受持此咒，万四千劫常忆宿命，所在深处得丈夫身，具足诸根，深信因果，善诸技术，妙解诸论。好行会施，厌舍诸欲，不造恶业，离诸为怖，具正命慧，众所爱众，常尽善友，恒闻正法，求菩提心，诚无暂舍，以诸功德而自庄严，具善律仪，不诸恶业，恒无匮乏，调柔乐静，于天人中长寿快乐，速证无上正等菩提，终不退于十道彼岸，常愿利乐一切有情，诸所修行非专自利，在所深处常得见佛，护持正法，欲贤圣众，时薄伽梵说此经已，身闻菩萨及诸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难陀罗尼经，这个八字苦难就是要超拔，要救度迄个痛苦、困难的众生，地下鬼道、畜生道、破病人，诶，这个经典。那这部经嘛叫做殊胜福报、往生净土的经典。你呐念这部经，迄个。受苦无福报的众生，就殊胜的福报往生极乐世界，妙喜净土。这个经典有要紧吗？足要紧的，所以各位爱点来念。其实这个灭恶去王如来嘛，是不懂佛的显现。一个叫极净相就较好看，一个叫愤怒相，要来调伏幽静，太重要了。因为这个世间。杀业足重，那么传染病、地震灾难特别多，然后呢，痛苦的众生特别多，要消毒这个世间的恶业。伊就讲这个咒语啊，修达尼，修达尼，萨瓦巴婆，必修达尼，须得，必须得，萨瓦伽玛，必须得，梭哈，修达尼。修达尼，萨瓦巴婆，必修达尼，须得，必须得，萨瓦伽玛，必须得，梭哈，修达尼，修达尼，萨瓦巴婆，必修达尼，须得，必须得，萨瓦伽玛，必须得，梭哈。
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。